โหล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โหลใจเลยไหมใช่หรอค่ะเดี๋ยว刚刚拿来了，比较轻，绳子给绑一下，会安全一点，要不然这么大的容易飘。差一点倒了，还好就捏了几紧，但是其他东西的就没了。呀，原来他在跟他们在一起哦，这里面还有几只蟹，哇，这么多！是漏底的，看看有没有货。反正现在这带回去也没有用。空的，看看里面有没有。没有，又是个空的。出来！现在他知道了，不肯出来了。哦、他也知道，可能也知道这外面是大海。哎，将军，你看，傻乎乎的，叫他出来都不肯出来。不肯出来就抓了。不肯出来就抓了。又扔了好几个，都是空空的。这么重呢？哎，这么重的也是高空的，空的。哎，怎么了？都没动静。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有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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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力气又大起来了。哇，又脏又窝了。哎，这里面还有这个虾，哎，行行行，去吧。七八两应该是有，我先放在旁边了，等一下一起吧。